哎，吉哈，来这里就是咱的好朋友，好，咱的祝福姜好来。咱的好朋友祝福姜好来，现在回家就大家我们一个掌声来欢迎朱凡姜，欢迎咱今天主办单位好朋友祝福姜的团队来支持咱的回乡现场，祝愿咱今天主办姜跟祝福姜非常热烈。我是为来做点所谓的旅游，就是咱非常羡慕，以及咱的朋友参加咱这次来主办的马台湾妈祖文化节会议的活动。东海那边桃园紫古峰，清康熙42年，福建省游戏先民自每周天上圣母主庙，恳求于圣母接生与你护渡海平安。筹资兴建庙宇，名为慈护宫。光绪5年（西元1879年），以奉基准到新竹的桃建坊中土庄陈氏祖厝，为你刻要拦腰板印圣母圆珀。信众远及桃润坊、福仔庄、中土庄、八桂庄、大小南等地，是桃园市全境妈祖重要的信仰中心。我们欢迎在这里来请个掌声欢迎永远今天到主办单位桃园紫护宫天上圣母圣家的主持，就是我们中大万岁的大人的领袖来进行会场参礼，来恭迎来紫护宫中大万岁圣家，再次恭迎来今天到主办单位桃园紫护宫天上圣母，有咱五进中五主委，来祝咱三个新年晚安。来，咱俩目标接受到咱马家溪天宫，咱的六团妈祖，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欢迎蒙家齐天宫，道光21年（1841年），皇家安慈奉祀天上圣母后，事业突飞猛进，不久就成为蒙贾地区富有之人。那发迹后呢，起建大厨之父，那园林将供奉的旧宅之圣母名字于大厨，经神明指示广通奉行圣意，未得允许，以圣意间留在园里，以当地的居民敬仰圣母一苦终身。热情的破晓有请，来破晓介绍的嘛，欢迎咱的张定浩，咱的托朱伟东哈，咱的常务董事黄文雄董事也莅临，欢迎欢迎。非常用心，特别结合了我们星光大道下午会商大典，还有暗时大型的大型的演唱会，也请大家给咱同祝福宫，给咱一个热情掌声。谢谢桃园慈护宫这么用心举办今年2018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天后相逢桃花源，谢谢你们，谢谢，辛苦了。再次感谢咱桃园紫护宫主办单位，咱主办单位五正宗五主委，
咱用心的安排这一系列的活动，到今仔日上届圆满的一个活动，就是来到咱桃园体育场来进行咱2018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天后双龙特会员会友的活动现场。再次感谢咱桃园中学宫吴庆忠吴主委，甲所有的技术人员、技术代表用心的安排，也感谢大家工作人员的合作参与，感谢大家，谢谢咱来中学宫的团队。感谢吴庆忠主委，还有我们荣誉主委刘兴芳，以及常务监事潘文正，一起带领我们桃园慈务宫。我们请大家给予掌声欢迎我们地主桃园慈务宫。用用心来给你今天咱2018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当中的天然桃红桃子来举办，就是有无同款的这个举办方式，结合咱的路跑，结合咱的活动，社区妈妈节，还有在今天大闹天后相逢桃花节。天后雄鸿特委员的会议活动现场，再次感谢咱桃园中学宫吴庆忠主委与所有技术人员，大家辛苦的安排，多谢您，多谢。非常高兴介绍咱的这个与会贵宾吼，宜兰县政府吼，咱的蔡汉群科长，欢迎科长莅临。南投红祝贺宫为着咱2018北台湾妈祖文化节筹备多时哈，希望能够展现最好的、最棒的一个呈现。南公红不见红，又不见又，但是就着咱红祝贺宫把每一个宫庙，我们都是心热心的邀请我们的天后一起莅临到我们的桃园巨蛋田径场，难得的盛事，难得的盛会，只有在今天2018北台湾妈祖文化节才快到哈，所以欢迎大家现在还没有来到现场的各位，赶快来到我们的会场左右两边，我们的红米区、摇滚区啊。新将团来到咱观音台进行来参礼，新将的参礼来亲近咱这个所在来休叹，等候咱天后圣母的莅临，来甲大家祝福，来甲大家保庇，保庇大家平安顺利，祝福大家健康欢度。再次欢迎咱桃园祝福宫的观光团，带领着咱的新将团来莅临咱会议的现场。来进行壮丽的表演。咱会使讲桃园祝贺宫，伫咱桃园守护咱的桃园这块土地，重点嘛来保护咱所有咱的桃园市民。希望做到咱妈祖是归天天，做到咱老祖宗中部庄、八怪庄、大小坛等地，节奏络绎不绝。恭祝咱天上圣庙神威广播，庙威万里。因为顶新新年庆贺，庆贺比如咱大同地区、咱大台湾地区的信众，会当日日高升，年年进财平安，万事如意。
太祖团精彩吼互动还有演出，就在我们星光大道当中呈现。
就是讲咱中书附近的群众团，哦，来三代组，来都是公伯啊。既然来千里眼顺龙里与将军，来所有群众团的人员，大家辛苦，大家辛苦。天上圣母妈祖，你着咱奉祖公，咱邀请咱台湾在关市三十间庙吼，就欢迎你领着咱今仔日上大的圣事，一共一百块台湾妈祖文化节，今仔日天后龙相逢，在咱的桃园巨蛋田径场特惠玩特惠迷，再来感谢咱奉祖公非常有心热情的邀请哈，就着咱祖公，就着咱现在这里。好，咱头一届举办，我希望咱所有好朋友，咱会使接到咱今仔日第一次的举办，都能够给我们慈护工给他们热情掌声，也谢谢慈护工非常非常用心，在主委以及荣誉主委，还有调节室以及所有执事人员辛苦努力的，主体之上呢，让今天我们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下午会香大典晚上的大型演唱会顺利促成。来，欢迎咱北海信分宫非常热烈的欢迎，麻烦由咱北海信分宫的技术团队莅临桃园祖后宫主办北台湾妈祖文化节，今日双方桃园湾会友的现场。就是在咱国内台顶来参礼，就是咱桃园慈护宫迄个众乐团，由咱慈济会慈龙里来进行咱进场的参礼。再次欢迎咱桃园慈护宫众乐团，大家众乐团的工作人员，咱的众乐人员大家辛苦，大家辛苦。在参礼同时，咱来再次诚心来欢迎，欢迎咱来自八地乡里的观众，欢迎咱在座欢迎台北市台湾省市方面，欢迎北港廖天宫、小家人福贤宫，在座欢迎新港宫、福福顺天宫，在座欢迎大家庆南宫、家人庆安宫。在座欢迎台北松山自由宫，在座欢迎台北三岛宫，台北天后宫，在座欢迎台北市南埔宫、树林慈航宫、板桥慈惠宫、十分寮兴安宫、万里喜乐顺天宫、北海圣分宫、新庄自由宫、后人慈惠宫。吉南后厝龙凤宫、高山天后宫、吉北天后宫，在场欢迎新北市金宝里祖后宫、马家天天宫、三峡紫薇天后宫、北山马，以及咱每年度2019年主办宫庙南凤儿、南凤宫、南天宫，以及咱每年度2018年主办单位桃园祖后宫，所有。常务的单位，所有常务的技术人员，欢迎大家莅临2018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天后双凤桃园湾会友的现场。
摄影大哥，不好意思，我们现场在进行会香典礼的布置，在进行会香典礼的布置，请你们马上找到我们比较适合的摄影地方来进行拍摄记录。感谢你们的参与，感谢你们的配合，也辛苦我们所有工作人员来持续的进行我们会香典礼的布置活动。感谢你们，谢谢。七号，那很牛，那时候那摄影大哥哈，摄影大哥，如果说不是我们工作人员的摄影大哥，我们稍微往后一下哈，稍微往后退一下，因为我们稍待会儿撒掉被来进行，那你会香蕉一大碟哈，现在正在布置哈，所以提醒哈，来给他拜托这哈，拜托一下我们的摄影大哥，也稍微往后退一下哈，往后退一下，找到我们后面的位置，也谢谢我们工作人员细心辛苦的引导，谢谢谢谢。在此感谢咱主办单位汤祝福宫，咱的众乐团来与林美娘来进行强烈的一个表演，非常的辛苦，非常的感恩，感恩咱主办委员吴建光先生，这几个月以来的筹备、的安排、的联络，来促成今年度2018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在今仔日会当顺利到进行到咱上届圆满、上届精彩的一个过年活动。再次欢迎咱主办单位汤祝福宫。好，再次谢谢我们主办单位桃园慈福宫。那今天呢，2018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我们香佛桃花源的活动呢，就是在我们桃园市立电视厂现在在举办当中。那我们桃园慈福宫呢，也是俗称的桃园妈。为了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有一首就是专属桃园话的主题曲，待会在会香大典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亲耳听到那个原唱者会来到现场。欢迎，我叫朱国强，我给咱视频听友听不好吧？因为天上圣庙，天牛乱驾，你连那个会牛，那个牛婆婆将下来香烟，那因为圣庙乱驾，香烟，哎，圣庙乱驾，来人接婆婆下来欢迎。再次诚心香烟，五点灯关五点香，五点祝庙香，天上圣庙。新北市三遍知名天后宫八三八天上雪白的乱子来日日咱的会场，咱的五点啊来日日会场，感谢咱各位支持领导的服务，领导的辛苦。来，徐华斌，就是咱天后宫的天上雪白三八，用三八来支持咱的会场。将来所有现场，咱的好朋友吼，咱上少学生来感恩咱的妈祖莅临咱的现场。是咱伫三百乱桥后边，就是咱朱学忠天上圣庙200乱桥，来再次来恭迎，恭迎咱朱学忠，朱学忠天上圣庙，咱200三百圣驾。老燕瑶、老朱的委员，虽然在咱知名天后宫八三八的团队来恭迎咱天上圣庙八三八的圣驾莅临咱会场的现场，嘛恭迎咱三八会所有的咱的这技术团队，大家辛苦，大家辛苦。我们桃园郑胜轩，那我们也一起进入会场，由我们的北管演奏。来跟范天富进行的来发发的演奏，来带领着咱桃园朱学忠主办单位，朱学忠天上圣庙200圣驾，200圣驾来莅临会场。
们的天后弟弟，我们的星光大道。来庆祝咱的天后上红桃花源桃花源桃。